大埔公路沙田段其实有整整成500米咧，俾啲人提早cut入去右边嗰两条线咧，去往大埔啊火炭方向去。但系咧，好多人咧都会喺最后一刻咧先嚟打尖嘅。咁其实短短企咗喺度三四分钟，已经系好多人咁样做噶啦。咁啊，不分你我嘅吓，即系的士又有啦，头先啲私家车又有啦。咁我哋再睇下啦，咁啊，其实好多人喺呢个位咧乘虚而入嘅，咁啊睇下边架车有留多啲空位咧，摄入去先。系啦，咁啊呢个大货车都想 cut 入嚟，但系真系冇空位俾佢啦，要夹硬 cut 入嚟，然之后搏人让俾佢咁样啦吓，咁啊顶住咗后边嘅车嘅，咁啊繁忙时间咧更加咧会影响到去沙田市中心方向嘅车，咁啊呢架 MG 橙色嘅 MG 咧都系想最后一刻打尖，又系顶住后边架 van 仔，咁啊好多人都系最后一刻先打尖，咁我认为呢一个咧系一个扭闸，咁啊希望大家排下队咯，系好多人都排队，其实九成人都排队嘅，如果你睇呢度。